还是什么？刚我看到叶志秀强突围逃，企图再淘汰一人。李草想在骑士突破来拖延叶志秀，其实只是防守时候，时间就剩30秒了，叶志秀很难加到快速淘汰。李草能不能凭借超强的个人实力创造奇迹？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淘汰如此防范的骑士，看起来绝不可能。叶师兄火力全开，将毒火在尽力防守。加上的其他队员也在掩护队长输出。叶修暴走送的比赛正在升温。火力掩护。 还剩5秒，叶志秀还在努力输出，技能节奏越来越快呀！别想偷闪，两秒，枪不响，叶秋，他做到了，微草骑士独活血量清零，赢得比赛的最后一秒。战队，这就是今晚创造奇迹的叶秋队长，黑色口罩、黑色帽子以及锐利的眼神是他的标志。 他从来不在公众面前出现，不参加任何商演，不参加任何宣传，欣赏了一场大神级别的比赛，却永远都看不到大神级别的叶秋。也许我们的大神只想把自己最真实的样子留给自己最重视的人。那不是一个人的比赛，而是整个团队的比赛。 今天的损失就从我工资里扣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普通员工工资一个月是3000，你现在实习期减半1500，部分客人没有交上网费是426，还有修理费500，保险32。来看一下，这是今天的损失。这么看来。 都是个小失误啊，老板，我忙去了。这网吧的修理时间我只能停业了，所以这个误工费你也得负责。还有这个月的工资你肯定是没有了，今天的损失是9892.5。我说的承担损失是指我负责赔那灯泡。 那我把那零头给你去了，9892。你打算怎么还啊？
说不上来。说不上来的话，那你就得听我的了。从今天开始，网管的活儿你要干，清洁的活儿你要干，苦力的活儿你也要干。我可以给你包吃包住，但是一分钱都不能给你。老板，你做了什么按劳计酬都从你的账目里扣除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的，夏玉薇。一个灯泡引发的金融危机。我靠！干嘛呢？网管，网管！老板。20小时的工作时间，确实让老队员们身心俱疲，精神压力极大。俱乐部也曾经试图劝说叶秋，以指导顾问的身份帮助战队。可惜，叶秋本人已不知。对于他的拒绝，我们深表遗憾。但是依旧会给予家事老队长100%的尊重和理解。老板。我深刻的检讨刚才不小心洒了几滴水的恶劣行为。气人。要不再多扣5块钱。钱有什么用，又换不回我的大神。过来。就是有点笨。把行李拿上去，小唐，我们走吧。哎，放心吧。还有这个，不介意一起吧？这很轻，不介意。走啦，小唐，走啦，走啦。你看，被无情的拒绝了。等一下。拒绝那是女人的天然特权，矜持是女人的固有属性。作为男人，你知道要有什么吗？要有死皮赖脸的决心。继续讲。作为男人，我不要面子。什么？人家有意思的时候，死皮赖脸才比较决心；人家要没意思的时候，死皮赖脸，那叫不识相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你呀，现在有一点分不清谁是老板，谁是网管。要不咱俩把钱给算算，或者你再好好辨识一下我们俩的面相，啊？我识相，识相。你不要面子啦。臭小子，加啊！就像叶秋附体一样，打得真不错。我网管，刚才的副本呢，就是他随便玩玩。这就是你找来的叶秋铁杆粉丝啊，打得真不错呀。你想要通过试用期的话，就废话。我爱叶秋，叶秋爱我。有的时候，我甚至觉得，我就是叶秋本人。的确有叶秋当年的风采，有吧？老板娘有眼光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呢招网管，没什么要求，就两个，一个呢名字像叶秋，二是呢荣耀打得像叶秋。好眼光。
得真不错啊。下次再来啊。那试用期过了、啊，欠的钱是不是也可以打折啊？打折啊？啊，好啊，我给你打个12折吧，欠款上浮20%，保持微笑，否则试用期继续。把吃啊。